我们有最圣洁的生活。我们有最顺服的生活。怜悯的生活，然后我们有最谦卑的生活，谢谢他们每一位参赛者，谢谢，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晚上的南美台所主办的选秀。今天晚上呢，我们要选出世界之最。什么世界之最呢？我们有最圣洁的人，有最顺服的人，有最怜悯的人，还有最谦卑的人。那么不拖延，我们先请出我们第一位参赛者，是第十三号的最谦卑的人。谁呀？过来这边站着啊！我是最谦卑的人。大家好，我是十三号的张大倩。我今天是来参加那个选举这个最谦卑的人。好，张大倩，让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告诉大家你如何的谦卑。等我说给你们听我怎么谦卑吧。我从上学都是考第二名，从来不考第一名，因为我知道我有实力考第一名，我都是让着他们考的。还有我从小就让着别把我女朋友都让给别人，所以到现在还是单身。别说了，说最近吧，像中午我吃饭的时候也是让着别人，虽然我是犯规，但是我是故意犯规的。你说我是不是最谦卑的人呢？大家求我一票，十三号张大倩。好，掌声鼓励。那我们第二位参赛者是，他选的是最怜悯的，我们有请第十号。我今天要选的是这世界上最怜悯的人。好，可怜怜，再一次告诉大家，为什么你要选你最怜悯的呢？啊，说起我真的很有怜悯心，我一年最少都捐款50次。很有爱心，那请问你每一次都捐多少钱？1分钱。太好了，还有呢？哦，哎，对对对，我呢，我一年下来呢，都经常把我最很喜欢的衣服都捐给别人。那你包括这个皮夹？这个太值钱，这个不可以捐。请投我一票，我是十号的可怜怜。好，掌声鼓励。那第三位他是选最顺服的，我们掌声欢迎26号。我是26号周顺顺。周顺顺，告诉大家你如何的谦卑，是如何的顺服。我从小都很顺服啊，我对我爸妈妈是完全的顺服，否则他们打我呀。后来我慢慢体会到了，如果说
妈妈，我习惯了，如果我爸妈不打我，我不舒服啊。后来我现在到了什么，我每天半夜三点到他们那去，说爸爸你打我一下吧，否则我睡不着啊。可是我爸爸说，哎，我是26号。掌声鼓励。那我们最后一位参赛者呢，他今天要选的就是最圣洁的人，有请第11号。我是世界上最圣洁的人。好，马姐姐告诉大家你如何的圣洁。我每天要洗澡10次才觉得特别干净。每次我吃饭的时候啊，我就要先洗手还有洗脚啊。还有我这一生都从来没有犯过罪，我不偷东西，不抢，不骗，我对我的太太是忠心耿耿的啊！我看到女孩子，漂亮女孩子经过的时候，我都不敢看她们。还有吗？啊，你觉得我是不是最圣洁的人呢？请大家选我神圣的一票 ，Please vote for me. OK, 11。好，谢谢第十一号，掌声给他们一个鼓励。那我相信大家对所有的参赛者都有所认识了。那游戏规则怎么样去投选呢？用你们的手机打这个热线，24小时开放。谢谢大家。好，现在就开始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